论在美国在台湾，我里外不是人。亚洲人，那你的数学应该很好，而且你是非洲人，所以你应该打篮球配不上爸爸。哈，这是什么晚高问题？欢迎大家来到公视主题之夜秀，我是你们熟悉的插嘴编。你知道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是什么吗？美国出生的亚非混血儿 Leslie， 不管人在台湾或美国都会被歧视，大家都不把他当自己人。我在美国，大家都觉得我是混血；我在亚洲，大家都觉得我是黑人；然后我在非洲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亚洲人。种族歧视情况，全球性的问题。Leslie 四年前来台湾，交过一个台湾男朋友，对他说过感觉被歧视的话。我以前跟一个就是台湾男生交往过，他会一直说：“哦，非洲人会很容易胖，所以你不应该吃面包。”他在台湾每天都会被问奇怪的问题，脸上常常出现三条线。有人说：“哦，你的头发很特别，很漂亮。”或是，你的胡子，在台湾有人会说：“哦，不是那么脏，是刚刚好。”对，这个不算是 positive stereotype， no, no, 根本不是 positive， 这个非常没礼貌。OK， 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子说，这样子做会。把我当作一个产品一样，对，我不是人。Leslie 说，小时候在美国，他的美国黑人爸爸还差点被警察开枪。有一次我妈妈就是发生车祸的时候，然后警察来帮他，我爸爸也来帮他，然后他开始过马路的时候，警察开始很紧张，就开始拿枪，然后妈妈这个那个时候就是要。突然说：“哦，他是我的老公，然后那个小孩是我的女儿。”我觉得每天都发生这种情况。他嘴边本来以为多元民主又讲人权是台湾的善良风俗，歧视问题应该不严重，但好像不是这样。你今天被歧视了吗？还是你也不小心歧视别人了？更多光怪陆离被歧视与歧视他人的反思，都在公视主题之夜秀 BLM。美国黑人争什么？